风声。直播完了，带点梨儿回去吃啊，给两个小家伙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就直接在果园里面啊，现场采摘，然后在现场给朋友们打包，啊，也是一种全新的一种尝试嘛。但那个问题就是量不大，整两包就够了。采访下我们的老王，今天心情如何？哎，心情比较高兴，因为啊，有我们那个新兰呢，又把我们好的产品推荐了我们的粉丝，然后又帮我们解除了一些疑难问题，哦，又卖的这么好，好的东西要遇到好的人才能分享出去。我现在前期稳到点儿。是。你呢？今天就把身后里面那些货先发出去啊。500件没得问题。哦，先把它发了。好，不敢多卖，朋友们啊，多了怕前期。因为还没磨合好，晓得不？对，打包的还都是临时的，就在果园打包。老罗就在那边盯着。剩下的工作呢，就交给团队了。我呢，就要回一趟老家。接到小满了，你今天回去了啊？那你就记好，出发。青山的青嘛，再青下去点噻。